给药了吧？你为什么会没有中毒？我刚才看到你们的人在外面喊，旁边正好有个雪缸，我就拿帕子蘸了水挡烟。哪有那么多刚好？我一个大男人刚才围了毒烟以后都觉得四肢无力，你一个女人怎么会没事？我本来是来杨府找人求情办事的，看到你带着人闯进来。 想跑没跑成？我说的都是真话。你把解药给我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你也救我一命，我们俩就扯平了。那暗器上没毒。那些黑衣人，你们真的不准备查了？与你无关。你们该不会真的官官相护，就这么算了吧？ 你到底还知道多少事情？刚才从池塘里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青石板上面有这么大一个脚印，那种鞋的花纹只有官府的人才会穿。如果他们想对付的是皇城寺，何必到杨家来？也不用多此一举，灭了杨家满门人的口。依我看，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杨云灿，你们只是因为因缘际遇，就卷了进来。 你知道我做证，但随时都可以去。我这个人还恰恰就不喜欢后悔，凡是我自己想清楚的事情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甘之如饴。我真的会动手。什么？你动手，我就动口。